8月18日，林宇春在微博晒出一段小视频，并配文：“上古皮裤与菠萝回来了。”视频中，林宇春身穿波点外套，搭配皮质短裤，短发出镜，干练清爽。他面对镜头，踮起脚尖，并掀开外套，做出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舞步。视频的右下角还放上了菠萝的贴纸，童心满满。